对我来说，应该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就是突破了以前很多一些前辈留下来的话，说啊，我们可能三十几岁跑不动，或者更多年纪的话，在2017年其实没有拿到这个全冠军的时候，更多人觉得已经输给你们，已经跑不动。但是我没有做到你们，就说像你们口中说的输给你们不输，但是我还是坚决的站起来，在赛前我尽量屏蔽所有的一切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正常发挥的话，这个冠军肯定是拿不下来的。如果今天这个冠军拿不下来的话，可能会马上解约。就是这么想，在未来的日子，我们马上会牵手做一个暨南大学树林联盟环保实验室。所有运动员在低谷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去质疑他，我们应该在他低谷的时候，我们去帮助他，让他从黑暗低谷，让他重新走出来。在我们跑不动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应该伸出援手，让我们感觉到温暖，让我们在这个跑道继续的走下去。